欢迎收看今天的大爱物质，我是阿云。大家拢知影，做环保无烦恼，身体健康地球更加好。根据最新的统计啊，咱整个波多的台湾啊，有超过7万2000位的环保志工，在超过5000个环保站环保点啊，用心的。 做环保爱护地球啊，将垃圾将资源变黄金护持我们的大爱台。像今天来自新北市综合的卓宝贵师姐，就是其中的代表。欢迎我们的宝贵师姐来，我们的亲友团，让大家来。宝贵师姐啊，可以说是一位环保生活家，伊的生活非常的朴实。你知影无？用水用电是非常的节省的，逐个月的水钱、电费钱只有百几块尔，而且啊，伊。 穿人外地单调的鞋啊，这双皮偏讲啥？诶，早学生囡仔单调的，穿啊拢邋遢啦，下底都伫要抹病啊，伊搁伫穿，真正是了不起啊！尤其是他是个上班族啊，食头食人头路呢，但是他还是承担环保干事的勤务哦。只要有空，他就把握应援去做环保，尤其是环保站内面啊，真侪机械设备，女人当然能用，大行拢会晓。今天就来看看宝贵师姐啊。 如果用妈妈心，慈母心爱护每一位环保志工，也爱护我们这个地球，一起来看卓宝贵做慈济人生更宝贵的故事。你看，每天菩萨都来，我们不赶快早一点来，怎么可以？要把握时间啊！大家好，这里是慈济锦和环保站。 位于人口密集的中和，庞大的回收量都是靠这一群一大早就报到的职工们，从早做到晚才能够消化。而身为中和环保干事的卓宝贵，一来到环保站，马不停蹄地加入其中。只不过他比别人特别的是，这里的任何机具可都难不倒他。 这东西做好了就要吊上来，然后一个量才会再去。像我们这做毛毯的，一次都要一大车。不是啊，还有吗？有啊。好了吗？可以了啊。你看几年前马路上都是塑胶瓶，没有人要。你看现在都挺气流流，坐在环保吼，都大家都有一种非常大的使命感啦。真的，一定要坚持。你要有一车回来了，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师兄自己都开着车来。在这寸土寸金的中和市，临时租地成立的锦和环保站，常常必须面临很多的挑战。 无论是调配人力以应付永远也处理不完的回收量，还是为了让付出得到最高的效益，卓宝贵自有他一套坚持的理由。这个就是杂纸的，杂纸就是广告纸，还有我们一些收据的这些纸。那我们这些志工菩萨都一样一样的跟他分，还有就是纸板类的，就是这抓帮，啊，这个过抓，哎，这个过抓。 啊，这种是杂纸，纸这是再制的作用不一样啊，所以要分成这样。这等下说每天都要卖好几车，一天哦，那车拢车三台车出在咧走，卖侪钱不一定讲是伊的量侪啦，是啊，啊卖少钱不一定讲是量少。我们机器，我们里面的设备都是回收的，伊咧加嘛，所以讲伊咧回收厂唔甲咱收济，啊，这啊做纸板卖。 啊，这个就是要分开，这哪装包拢花色的做杂纸，啊，如果它有白的那个吼，有白色的哈，像这个就要做回来做。久而久之，环保站不仅仅是做回收的地方，良好的互动让附近民众主动将回收物拿到这里，而志工与志工之间彼此的情感也让许多志工甘愿付出时间与汗水在这里耕耘，像是班长。 就是最好的例子。来，开始。好，来。哦，对，做个头壳容易啊。
这是我们的班长，天天来啊，天天来啊，对对啊，天天来这里当班长啊。我们是做得很快的哦。他不止每天来，他晚上也很晚才走，他真的是风雨无阻啦。所以我就给讲啊，这是班长啦。卓宝贵匆忙的脚步不停地在环保站内穿梭，无论是自己搬重物、做回收，旁人看来也许很忙碌，也替他心疼不舍。但对卓宝贵来说，这却是生命中最大的享受。只要有更多人愿意付出，只要地球能因此变得干净、美丽，这就是属于他的幸福人生。上龙说啊，知足最大富，平安最大福啊。宝贵师姐，真正啊，把这两句话奉为圭臬啊。哈、哦，咱拄啊，咱看影片，我甲伊讲，啊，真正你做环保拢穿一双呢。伊佫甲我讲哦，这偌好穿的，你知无？偌好穿是无？啊，这双捡的啊？捡的，回收的。几多捡的啊？就大回收的时候在社区捡的，也是在环保站做环保的时候，对对对，环保点捡到的。对对，我一看我闭着，哎，这个外圈，哎，好像穿了六七年了。六七年啊？对啊，不是刚收的，那六七年了嘞。你是细汉艰苦过哟啦，无那也遮俭啦。对对对，因为阮以前装卡囡仔嘛。嘿。啊，装卡囡仔。都会装卡囡仔啦。双溪啊。双溪哦。双溪乡。哦，恁以前讲台北关乡客啊，对对对对，双溪乡啊，恁厝会种田的啊，做工啊，我种田，啊我做山，所以田的工课，那挂地瓜啦、拔切啦、收草啦，这个我都是必须要的。哦，啊下课就是压菜啦，压菜那个啥，那个肥打打无一个人打无，啊就耕，啊我弟弟耕，一人耕一头。所以我读书的时候的都是早上四点多起来读书，嗯，啊，我妈妈可以煮饭了嘛，啊，你好，啊，所以那个时候起来读书，那头壳嘛较清楚啊，啊嘛较精。讲到这个头壳，知啊头壳较清楚啊，这嘛是甲你入来做这有真大的关系啊，因为啊，以前书记听讲是为着要这个贴补家用，除了讲伫工厂上班以外，暗时佫会接一寡手工来做了，对 对, 對，啊做啊做做啊做，知啊嘛。利用上班之前嘛，挂一挂物件起来放啊，啊，就拢固定的听，垃圾哦，都听到啊。对对对。但是当初你，从鸡妈咪主持广播节目的那个年代，古早开始听，你到底是听了什么物件，让你安尼一头就栽进来实际啊？因为其实我本身啦吼，我还是一个，真高龄户诶。我一零通万里车这种哎呀，对对对，掉下你就叮咚。对对对，所以上人在讲一些什么东西，其实我就觉得说，哎，那应该啊，你很有慧根啊。啊不，说慧根也是惭愧了啊。我有干妈公，哎，真的是要这样子、啊，所以上人就讲一句话说，哎，亲得离尘垢哈，啊，子道方成就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杂工。上人的意思讲，咱做孝道吼，唔是讲啊，就逐个月寄钱去，啊是讲我三顿穿便便，安尼这个不是啊，也要让你的亲人离尘垢的，是讲也当来学佛这一条路是啊，做家里的孝道才是最大的孝道啦。亲得离尘垢啊，子道方成就。刚刚看这十字，我真正傻不了阿蒙啦。后来看了才知道，尘垢就是烦恼。一种无名啦、嗯，啊，但是你若真正有好，你就是爱帮助父母解脱这些世间的烦烦忧忧就对了。对 对, 對, 對, 對，所以啊，你现在自己当妈妈了，三个女儿的妈妈了哈，现在当阿妈了，操妈，赶紧恭喜啊，下联骂哈，下联骂，阿妈从这环保志工动手，家里的亲人的照顾，那当然，辛苦编辑委就是你的小鸡啊，今仔特别坐在你边啊啦，咱的小官啦哈，淑娟师姐啊，是。听说当初第一通电话想接触瓷器，打电话到联络处，刚好宝贵师姐值班，接到你的电话了。是的。你以前听说是一个敏于敏感啦，这个心有千千千千结的人，他如何打开你的心结啊？就是宝贵师姐就先了解我的作息时间，然后就邀约我做环保哦，到社区做环保。嗯，对。然后我看到一群人怎么可以这样子付出，然后有那么灿烂的笑容，然后每个人就好像是一个自发体的光，那一种熏染的感觉，心里就很开朗，然后就想说，那我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我想要自己也慢慢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哎呀，
所以你发了一个好愿，是不仅要被光照到，你也要像一个发光体一样，是去照亮别人，是，所以你的苦瓜脸变成哈密瓜笑容，对，笑容啊，感恩宝贵师爷就是这样子，对，看不到愁容，用他的身形来影响我，不用多话，嗯，就他像你另外一个妈妈，另外一个姐姐一样啊。啊，你家己安尼几摆安尼做环保志工，做环保干事，家己都爱上班啊，经济这个世间财嘛爱拼拍拼，啊，工地财你嘛爱蹲啊。嗯。啊，你安怎利用浪旁的时间来承担啊？其实我最近这差不多半年来，有时候甚至我下班，我知道我家是用上夜班，我就直接去环保站。啊，因为我晚上不用回来，我一个抱就抱嘛，无后顾之忧啊嘛。啊，对啊，啊，所以我女儿都说，妈，你今晚是倒吃甘蔗。啊，去到也不会很晚啦，我都八点多就回来了啦。嗯，因为有时候也是，真的是菩萨，真的是我好感恩，他们天天在那边忙。嗯嗯，所以我也有当然啦，干嘛讲，咱也心肝唔甘。嗯，毕竟环保咧做吼是逐工的，是咱逐工吼。是。而且这是非常耗体力的，是啊，所以说啊，感恩在环保菩萨，每天是啊，真正感恩咱所谓环保志工、环保菩萨，拢是咱大一台头家啦，尤其是做环保，真正是啊，真幸福、真辛苦。你头洗了了啊，了了啊，没有回头路的。像师姐啊，礼拜三晚上过来靠社区的人当这来做夜间环保，这个扇门一开之后，他真的就要镇守在这个环保点，因为如果环保的东西来，伊无处理，无请人再雕，没安怎处理嘞？所以说，在这个眉眉杠杠当中啊，他有他的智慧妙法。我先来拍波嘞，请你继续看嘞。做事情心情要放轻松。就不会累，甘愿做欢喜受，对不对？上人教我们的、啊，来走吧。晚上刚下班，卓宝贵一步也不得闲的，准备前往自己居住的社区，承担每个星期一次的定点环保回收。而在去之前，他总是不放心的，再前往每个有放置定点的大楼巡看一次，生怕漏了什么。对于在这里住了30多年的卓宝贵来说，每一条路都再熟悉不过。只要再三趟了，这个都再完了，都再过去，这都有分类。还有一个地下室啊，地下室也再完了啦。有那个小袋子可以装吗？不要太大了，太大了。我那种大小袋子。不要，往这个这袋子就好了。哎。哦。OK。我啊，只要给坑了，袋子不要拿回，那个鞋子不要拿回去。先弄下来。好，先带走。先带走。平时有在宣导啊，楼上楼下都是会员呐、啊，他们因为要过节，所以今天把这个东西放这里，这个都不回收，你造成很多垃圾啊。烧也烧不完呐、啊，把他们解释清楚，他们就会认同了、啊。这个没倒啊吼，这种做，这种这个拢做哈，安尼俩好。啊，我这扫扫吼。伫一只楼顶楼卡，就是爱整理要清气啊，这样才是回收基本的原则啊。你不是讲啊物件爱摕去啊，只要放啊拉拉湿湿，安尼就无好啊。就是这一份老醋逼的情感，以及互相体贴、尊重的心意，让卓宝贵在推动社区定点回收时，总能得心应手。如今每到回收日，总有许多瓷器或者非瓷器的职工们前来相挺，而马路边直接做给你看的宣传效果，也让不少社区民众主动前来。这个小箱子，这个都带走。都带到楼下去，都带到楼下。对，带到楼下去，楼下这个要留起来用。对啊，最好带楼。对啊，对啊，对啊。嘿，人家好用。啊，这些嘞。这蛮好啊，这个。OK。对。啊，你楼上的那个篮子嘞？
哎，你再过一卡哦。加上你的老司机啊。是啊，加上你的会员菩萨啊。都是我们的社区菩萨啊。我们每个礼拜三都在这边做，还有大礼拜也在这边做，大回收也在这边做。马慧师姐是我们很尊敬的环保菩萨啊。那因为我们社区就这样子给他一直在带动来讲，我们这些都是住在隔壁邻居而已。之前都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大型环保都在这边做，所以都已经是很久的一个默契了啦。那夜间环保我们一讲，他们全部都来了。就是这一份使命，让卓宝贵和这群可爱的职工们愿意风雨无阻，不辞辛劳，一同为社区邻里尽一份心力，也为自己所居住的这块土地撒下一颗清净的种子。在皎洁的月色下，这份心意更显真诚。千江有水千江月啊，当您的善心启发之后，你就相信轮皎洁的明月啊，可以照亮大家，让大家有温暖的感觉。嘛，万一安尼对你做环保，因为做环保真正是将你大的代志啊，还要结好缘啦。对，好、哦，就你讲诶，要走到最前，做到最后，唔通讲啊，笨者讲收收了，留一个垃圾咪啊你啊。对对。这你是你家己捌度过的这个困扰啊，是讲。你从一开始就不让这种事情发生，对，我这样触壁恭维。对，对对，从一开始我就是，咱物件，唔好讲吼，咱人讲一句话讲，啊，好的好的，你硬陪，啊，你那赖硬等嘞，是不是啊？这会让人讲话的，嗯，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啊，对对对，厝边隔壁拢是咱的好乡亲嘛，吼、哦嗯。今仔日你看，人缘介好啊，几啊位亲友团啊，先来问几位啊，年纪比你较大的啦，咱的梅雪师姐啦，吼、哦。哦啊，真正宝贵的亲友恁查某囝啦，年纪应该做一过未？差不多啦，做兄妹啦。差不多了，差不多。啊，但是伊真照顾你哦。真照顾阮哦，伊若有啥物代志拢关心，啊，若是讲。诶、欸，你最先看到，伊拢会倒退。安尼哦。嘿、欸，啊伊若看到讲，诶、欸，较重的无法的，啊拢会倒退。哎呀。哎、啊，若是讲，若蹲啊有，啊对啊，你无拄啊好吼，伊拢会关心讲，啊即卖有较好无、哦？啊你按坐位要紧无？伊安尼先。所以阮和宝贵师姐安尼带带啊吼，哎，环保无做，一工无做，敢那怪怪哦、喔。哎呀，逐工爱出来做，这甘心的就对啦。对啊，所以做了出来做，敢那哎，时间到爱做，敢那上班呢。上班啊，做志工的对啦，哈，家己也不能做正人的代志啦，哈。对对对。啊，其实都是礼尚往来，你对人家好，人家会对你好。像你今天这位啊，佩如师姐啊，你都该改感恩啊。真的是。跟大家报告啊，你看那个宝贵师姐在环保站里面，然后样样都行，哇，机器操作没问题啦，哈。但是你知道吗？你连卡拉车都不要骑啊，啊，出门咩咯？啊，够这位佩如师姐，听讲你做伊的双卡，骑卡我都买啊，载伊去出任务啦。对啊，他跟你沟通呀，还是讲你这来感动到，主动啊当他的司机菩萨。因为他会打电话说，哎，你今天要不要去？我说好，啊就他说那就搭你的车，我说好，没问题。那光搭你的便车，他不可能给你油钱嘛，他要怎么回馈你？谢谢你啊。因为我是觉得说他很精进，而且，很就是很精进，然后也是做的。是我们的表态，所以我们甘愿做。啊，你看，有人骑机车载你，啊，今仔嘛有人可以洗脸的载你来啊，吼，买看我们的明勇师兄啊，今仔做司机菩萨载大家来啊，吼。其实哦，宝贵师姐啊，就像是一条这个大船师上面的这个掌舵者啦。我们人讲做环保真投资吧，听讲十几年前921了，你连续在希望工程的学校。做了二十几天哦，欸、住了28天。你做什么去淘啊？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工程需要相机嘛，嗯、啊，你相机那个时候是排一个组2天，一个组2天。那我们4点多的车子就要走，去到那里7点多，这一餐要人煮。哦。哦，啊，你去2天，第二天晚上回家那一餐吃过饭，那要收这个工作。哦，
所以不仅所以不但这个一定要一个人去担，顾骨做嘛，顾巴肚，啊，你得顾大家巴肚，唔啦是拿锅铲，刚才我们也看到影片照片啊，还顾拿这个哦，这叫啥？我不要讲。那个也背啊吧，背要背，讲把那个地弄平的啦。是，还有推那个也会啊。难怪今天带了一个珍贵的礼物啊，上人后来还亲自搬了一个飞天，感恩我们的卓宝贵大德啊。就是啊，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啊。哦，阿青牛的第一届啊，出国啊，大家知道吗？第一次出国他是到哪里的？1998年湖南省去赈灾。独家公这款部参与赈灾勤务希望工程，哎，也到医院当志工，哎，这个照片真的非常的宝贵，因为再也看不到两个大爱感恩连在一起的情形，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分割成功了嘛。对。因为从祖父里边来台湾，没分割手术进行。对，我们刚好去，对，刚好就是去关心他们。哦，啊，这里、个、还一个师姐就想说，啊，我们留个纪念吧，跟他、哦。请这个防护衣、这些戴口罩的协力啊，宝贵师姐啊。好、哦，我开场而讲哦，以这个永醉永癫加性啊，到底要哪性啊？有撇波啦，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为什么有办法呢？追几点会几一个月干啦？哎，百几块啊，一支差不多一两百块尔。有那个电吼、哦，你要拔插头，不用你就关掉。对啊，不用的地方就是不要啊。现在我慢慢就是用那个省电灯泡。哦，啊，你用水哦，我就把那个马达关掉，我们全马达加压马达。你那个五楼哈，因为那个加压不够，压水压不够啊。对，水压不够，你要一定要装一个加压马达，你把它关掉啊，把水给转到水，哎，啊，那慢慢的流，慢慢的流，它积少成多啊，你说对不对？所以你是用不是用淋风筒安尼拉没哦？不是不是，你先倒一桶起来啊。哎，我拢控制，我都知道说我用我的水，不超过我的那一桶。所以主持十几年前听啦，你又听到主持世界知影主持好了，就要主持这边用你的果酱香酒扶持大爱台。这么多年来啊，除了你拄啊讲书迄两句话，互你真大个鼓励以外，佫有甚物话你永远放伫心肝底？甚物力量互你安尼做环保，永远无要退转啦？现在以目前来讲哈，环保应该是国际的议题啊，嗯，也是每一个在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的、嗯、的要关心的事，嗯，所以你不要说啊去要怎么样一定要做，这是一定要做，嗯，今天不做一定爱来关，对对，一定要来做，这个需要我们持续的去照顾他，去关心他，去爱护他，嗯嗯，不然地球公司来求你这种年这种天气以往没有的嘞，嗯。其实我常说一句话，后代的子孙，后代的不是烂嘛，是不是吧？我因为你发愿要再来人间嘛，对不对？对啊，这是也是阿盖嘛，是烂都爱来受承受的啊、嗯。那你现在不加油，不去弄那个注意的话，嗯、以后承受自己嘛是，嗯，因果嘛是自己承担。了解，好、哦，所以虽然现在已经60出头岁了，还是个上班族，吃人的头路，不过总是当利用时间来做环保啊。啊，若是讲你我一样是上班族的话，也可以学习啊。哎，假日的时候可以周休二日，那个休休行的休。哎，礼拜三晚上你也看可以当夜间环保来运动嘛哈。总共几股啊？只要有心，天下无难事。好、哦，再次感恩我们的宝贵师姐，给我们破电台环保志工，感恩大家。不值大爱台，让我们的未来更美好。谢谢我们金友团，感恩，谢谢。